李安娜，今天来到南投三林溪。今年三林溪的樱花开得特别漂亮，超值得上来，现场真的比照片还要美。目前呢就是最佳花况，想要赏花的朋友呢，请把握三月初这几天哦。今年票价有调涨，游园车呢改成免费搭乘，如果呢用步行走上去至少要半小时。来花卉中心哦，有没有贵宾要下车的？花卉中心哦。三林溪追枫叶，我们是搭到终点站松茸部落，然后呢再从乐山步道走下来，上面也很漂亮，但现在瀑布应该没什么水。
溪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景，今年的樱花真的有惊艳到，现场真的是太壮观了。但是呢，最近真的是要越早到越好，今天平日的人潮就不得了了，假日应该七点开园就要抵达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樱花之旅呢就完美的结束了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